有没有什么解渴的？就是啊，真的没手啊！西瓜，给我一个，给我一个，我也要，怎么回事啊？别在意，咱们这偏僻地方难得看到西瓜，所以他们呀才会这么热情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对呀。 茶庄那儿卖西瓜的，快去买西瓜！来来来，一个个来，别急，一个个来，都有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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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有
相反，很多一般的物品会因为数量的稀少而变得弥足珍贵。
现在大家明白了吧？